条路就是我们前往选拔训练场的必经之路。看到前面这片树林了吗？穿过树林就到了。而这次选拔的教官陈班长已经在那儿恭候多时了。陈班长。哎，班长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给新兵设置的伏击阵地，给他们来个下马威。啊，这还有根线。对的，这里还有个线。所有人原地待命，余杭护理整场地。谁原地待命？怎么还有人吗？在你刚才经过的区域，我们还有八个人，一共是十个人。还有八个人？对的对的。我怎么没看见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去。藏里边了是吗？在咱们做了两次。开始报数，一号。原来就在刚刚记者经过的这条路上，竟然藏了足足十个人。